la witch. Hetse katukul.我劝你小心点，我们镇压了反抗，但是他们还在附近，你孤身一人就会成为目标。我想我能对付我所碰到的叛军。哈，说得好，他们打不过我们，但是他们战斗起来确实像魔鬼。他们为了生存而战。 全都是倒下的士兵，叛军比教徒多得多。 姥姥，你这巨蛇守卫的伪装挺不错的。 我已经找到关我母亲的监狱的通行口令了，无罪的双眼在黎明闪烁，弱点在此刻消失。明白，我们会把他救出来的，艾兹利。还有一件事，哈坎被抓住了，我们得保住我们所有的义军成员，而且他是我朋友卡雅拉的父亲。好吧，我想想办法。如果他被献祭的话，我。 你小鬼，离门远一点。你的叛徒父亲将会因为他的作为而死。爸爸，我爱你。这一定是艾兹里提过的女孩卡亚拉。这么说，哈坎一定在那个牢里。我得想办法把她救出来。叛军看到被抓以后的下场，也许就会放弃了。没人照顾我了。 我很抱歉，阿华乌，请别伤害我，我只是想和我父亲说再见。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卡亚拉，我和义军是一边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你的朋友艾兹利告诉我你需要帮助。他真的？嗯，那你能说说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父亲怪库库尔坎害死了我母亲。 我告诉他再怎么样，妈妈也回不来了，但他不听。他想杀死库库尔坎，现在他就要死了。我要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嘿，没事的，小家伙，也许我帮得上忙。真的吗？广场里有其他想帮忙的义军，但是他们太害怕了。也许你能说服他们。我会尽我所能，卡亚拉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让他们夺走你爸爸的。 谢谢您，叫我劳拉。别紧张，我是乌努拉图的朋友，我想释放那个囚犯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但是如果寇的太近，守卫会杀了我们，先搞定他们，然后我就照你说的做。我想解救那个囚犯，但是我一个人办不到。 你一定就是乌努拉图提到的希奇克。如果你能确保安全，我可以帮忙打开那扇门。祝好运，你享受行刑的感觉吗？行刑，当然了。
但我希望你先停下祷告。为什么侍从吹响了号角？肯定有原因，我们还是保持警惕吧。你们是否愿意为神的使者演奏乐曲？那是我们的荣幸。现在怎么开始演奏音乐了？判还要行刑吗？以后的下场别松懈了，也许就会放弃。我们得确保大家都很安分。现在安全了，帮我打开门。好的，动作要快。好了，守卫已经走了。那我们就行动吧，快。这样应该行。一起用力。门开了。你想怎样，祭司？别担心，我是你朋友。我可没有像你这样的朋友。相信我，我是只披着狼皮的羊，我想把你带回你女儿的身边。你能走吗？卡亚拉！可恶！卡亚拉，快走，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我会找到你的。我会找一条离开这里的路。我想起来你是谁了，你是那个在下村跟乌努拉图在一起的外乡人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被告诫别去找库库尔坎报仇。我太蠢太大意了，被复仇蒙蔽了双眼。这边走，跟紧了。这里就是旧营房了。这里，卡亚拉，我来了。出路被堵住了。我们同心协力就能把这石头移开。谢谢你为我指路。你也帮了我。不是的，我指的是通向重要之物的路，通向我女儿的路。拿去吧，这把刀曾经属于我的妻子，我本打算用它刺杀库库尔坎，现在留着已经没用了。哦，卡亚拉，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，爸爸。我很抱歉，我可爱的孩子，让我看看你，我发誓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来吧，我们回家。只有崇高觉悟者才能进入这个圣地。无罪的双眼在黎明闪烁，弱点在此刻消失。可进入了。这反派游戏你还要玩多久？直到起义成功，并且消除你这个威胁。你敢当着我的面这么说？你知道我不会撒谎的。阿玛鲁，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我是你们中的一员。哦，这就是你抓我的理由？如果我哥哥还活着的话，愿他安息。哼，他会觉得这种争吵才是浪费时间。回家吧。我到家了，这里就是家。乌罗拉图，好好想象一下，当黎明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切外患都已消除，帕伊提提将会多么繁荣。你自己不就是威胁吗？重塑世界，这个世界属于所有人，我们共同创造命运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帕伊提提，
全都是。当帕伊提提四分五裂，是我同意了他。我才是唯一看到真正威胁的人。你来了又走，从来就没在乎过这里的生活。没错，但我在外面的世界生活过，我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。那些威胁不断侵蚀这土地，帕伊提提已经无法抵挡这些入侵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将被夺走或毁灭。那我们就要遵从族人的意志，齐心协力，共同奋斗。靠着恢复太阳吗？嗯，也许这样能让帕伊提提稍微安稳一阵子吧。然后呢？他根本阻止不了外人的探索和入侵，我们的命运注定要灭亡。不要！不，我们必须拿起勇气，下定决心。加入我吧，我的世界需要你的智慧和坚韧。你指的是库库尔坎教团统治的世界，或者是圣三一？你想要这里的控制权？好啊，只要你帮我确保帕伊提提的安全，然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统治他，我会把权力交给你。说到做到。绝不，我会找到盒子，让太阳重现光明，他的光芒会制裁你。你为什么就那么小看我？把他带回牢房。你可以把我关起来，但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人民。不，你还是辜负了他们。盒子早就没了。一位传教士安德烈斯·洛佩斯在400年前就把他偷走了。什么？你只是不断地浪费生命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他。退下吧。约拿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我要进去了。好，我们在路上了。你之前感受到震动吗？是的，我感受过前震，那会儿我在灰岩坑里。地震要来了，我们得快一点。好的，我们就是乌努拉土豪，一起去找盒子。抱歉，但是所有人不得入内。该死！
刚刚过了河，马上就到监狱了，到处都是护卫。我们正朝河的方向前进，到那儿再跟你联络。好的。盒子不再怕伊提提，我知道，我会被逼着加入阿玛鲁。萨伊利死后，我所做的努力都会白费。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来吧，我们走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必须要找到那个盒子。如果太阳没有复原，或者世界被重塑了，我们都会被毁灭。我找到了另一条线索，应该是吧？你胳膊上的纹身，苍鹭和日食同样的符号，在盒子被拿走的那个祭坛上也有。什么？那些符号有什么意义？这个揭示了我的命运。查克切尔的赤红火焰，这个代表着我的过去，它象征着帕伊提提的末代皇帝辛奇奇卡。他的陵墓在上层区，你能带我过去吗？他们已经翻遍了那个陵墓，要是真的有什么东西，他们肯定已经找到了。阿玛鲁不知道这个线索，他不知道要找什么。那里会有很多守卫的，我们能想办法绕过去的。这一趟会很危险，我知道。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艾泽利怎么样？他安全了，是他帮我找到了你，他现在应该和乌楚在一起。约拿，乌努拉图在我身边。太好了，艾泽利想和他说话。母亲，我们正在派遣增援，我应该支援乌楚，还是趁对方分心的机会控制那区域？在我们分开的时候，你就是老大，艾泽利，相信你的直觉。
Uchik! Leisha haunuratu! Uchik! Gantulaka le kuchilo! Kabet in kastikon! Tulakal tukuchil! Bash le helo, telo, ichi le chihuobo.应该全都解决了吧？暂时是，我们得赶快去上层区。你带路吧。我想我们安全了。少吧。入侵者，乌努拉图，可恶！拿着钥匙。跟我来，我想让你看点东西。日食就要开始了，一旦开始，就一定要打开这盒子。盒子的诱惑力十分强大，它会把我吸引过去，然后用幻想来诱惑我。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倒容易，但是它只会让我看到我最强烈、最深层的渴望。我这辈子都在为了抵抗它做准备。阿玛鲁还没见过盒子，就已经被他蕴含的力量腐化心灵了。帕伊提提就是人民，我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存活。所以如果阿玛鲁要重建帕伊提提，就等于要摧毁他。没错，我们面临外界的重重威胁，但是风险就是生活，我们必须去面对，才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。你怎么知道你拿到之后有办法抵抗这股力量？我没把握，但是就算训练帮不了我，猩红之火将会指引我，并令我遵守誓言。我们该走了。什么是猩红之火？它是我的宿命，它与库库尔坎的献祭有关联。当猩红之火扬起浓烟时，去寻找你的镜子吧，它有着一种强大的责任感。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那些东西进来过这里吗？东西？他们会攻击，他们在帕伊提提的洞穴与圣三一交战，然后在盒子被抢走的祭坛那里，他们紧追着我不放。你是说亚希尔？亚希尔？他们很高，动作快，还很饿，简直可以说是绝望。我不会把他们称作东西，他们的能耐不止于此。亚希尔怎么了？传说不胜枚举，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但是帕伊提提得以安全，都得归功于他们。他们在守护他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做的，但他们的行为的确起到了这个效果。他们从没攻击过城市吗？没有。我们一向和平共生。阿玛鲁也许在策划一场公开行击，把义军当祭品。我们得阻止他。不行，我们毫无计划，更不能牺牲盒子。成为祭品的站在我身边，照我做的去做，
人群有可能攻击我们。这边。Junkinesh, Mochkilich, Ordonesh. 威胁我们的安全。他们的领导者，汗国乌努拉图，你们垮台的皇后被我关起来了。但现在想救她还不算太晚。今天，我们向库库尔罕献祭。来，看看他做了什么。日食将近时，祈求庇佑。通过这场献祭，这个反叛者的生命将被救赎。愿他的同伴都能看到光明，重新加入我们。阿玛鲁说，他想终结暴力，他认为这是终结的一种手段。嗯。随着这个反叛者的献祭，他再次成为我们的一员。这些人都相信他，他们心里头恐惧，理由很充分。不远了，古墓就在那扇门后。无罪的双眼在黎明闪烁，弱点在此刻消失。你可以通过。古墓就在那里，在雕像上面。我会守在门口。没多少时间了，约拿。我们接近大地的陵墓了。我们在河边，准备把你和乌努拉图弄出来。你准备好的时候告诉我。好吧。现在要进去了，那看起来像是入口。劳拉，你在哪儿？大地的陵墓，需要的东西快到手了。末代大帝之墓，教团想必在他死后落地生根了。好，日食与苍鹭，我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？等等，这是洛佩斯留下的吗？巨蛇之心就在杯子里。
巨蛇之心就在。在这里。这里是卢尔克指挥官，有盒子的线索了，派人去找克劳夫。乌努拉图，不，把这个给艾兹利。是正统的继承者，巴伊提提必须由他领导。他很年轻，他足够坚强，他的灵魂和他的血统一样高贵。坚持住，继续和我说话。那个盒子，他会诱惑你，千万要抗拒。命运由自己创造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已经拿不下那个了。约拿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下面码头这儿。我看见你了。嘿，正准备出发。马上过去。乌努拉图呢？我们遭到了攻击。他死在圣三英手里了。哦不，我的母亲在哪？你的妈妈，她奋力抗争。但那是领袖的护身符。
现在属于你了。他是个真正的勇士。日食就快到了，如果我们不能复原太阳，我会找到盒子，我不会让库库尔坎教团先拿到它。所有人开始去准备墓室。乌鲁拉图皇后的精神会与我们同在。乌楚，带他们上船，我们去准备战斗。起义一定会成功的，我们会带着盒子一起回来。保重，我们会准备好的。接下来呢？我们先回库阿克雅库重新整备，然后再出发。一切都是为了解开另一个谜语。上面怎么说？巨蛇之心就在杯子里，在很多石头人脸的旁边。好吧，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好。应该吧。我们得先找出盒子，做个了结。什么声音？可恶！院长！约拿，约拿，哎呀，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不许动，别惹我。检查一下那边。有发现吗？我还是不敢百分百肯定那个盒子存在。找到什么了吗？正常。来看看这个。什么事，长官？前进，停止。
盒子不在这里。有人倒下了，他们会付出代价的。该死，他在猎杀我们，找到这个王八罪魁祸首。该死，出现人员。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你们那区有敌人？是多米格斯博士要。我才不在乎多米格斯，找到劳拉克劳父，然后杀了他。那，找到劳拉克劳父怎么找？我们太分散了。这里分局正研究行动，我们散开，各自顾好。我负责那个区域，你留在这里。这儿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最好回这边来。一开始多米格斯让我们找盒子，后来卢尔克又让我们找克劳父，到底该听谁的？卢尔克是一位军官，而多米格斯的决定已经害死很多人了，到底应该听谁的？你心里应该有数吧？你在开玩笑？到底该怎么做？乌努拉图死了，被卢尔克从背后开了一枪，盒子也没拿到。约拿，天哪，又是他出了什么事？该死！你是谁？我怀疑你从墨西哥开始就一直在监听我的通讯。卢尔克，叫我卢尔克指挥官。你一直在听我说话，现在轮到你说话了。又是一次前阵，你感觉如何？为这些因你而起的灾难负责，一定很不好受吧？我知道我做了什么。多米格斯说出事实的时候，你的表情，但你得拿到那匕首，对吧？夫妇事务所，克劳父往你们那边去了，把他找出来。克劳父从海滩边溜走了，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。我们最好彻底搜查，
那批新货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先生们，拿着这成像木镜，我来当前哨。我有发现了，在哪儿？该死，误报，只是个动物。嘿，我们是要把灯打开还是怎么了？你再打扰我就没法把灯修好了。到底怎么了？突然这么着急？乌尔克说克劳夫过来了。该死！好吧，我尽快。行了。那副墨镜有探测到什么了吗？就是些小动物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得全面搜索这区域。我猜他就在那边。出现人员伤亡，往回报。该死的，使用木镜把它找出来。晚安，拉尔夫。晚安，山姆。看到什么了吗？要是看到，我就开枪了。他不断击倒我们的人。我们会阻止他，一定要。该死，又是劳拉克尔夫，我们得阻止他。别担心，我们会的。是吗？新装备你放心吗？不，但我相信卢尔克。该结束了。出现人员伤亡，他们不会就这么逃走的。该死，他在猎杀我们。收到，该死，还有小心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出现人员伤亡，他们不会就这么逃走的。该死，他在猎杀我们。哥，好险！快点，有人倒下。他们会付出代价的。松散菱形编队，靠近点儿，看到动静就给个信号。就地定位，准备好枪。我们把他逼入绝境。该死，必须得找到他。开始搜查。频道，什么？他们在听。好，我会找到你。
这是一种迷幻剂的配方，有时用于战争。这应该管用。如果我把它涂在剑上，就能用来对付圣三一。我已经拿不下那个了。向你们前进，重复，克劳父朝你们那边去了。我的天，会抓到他的。把他的尸体带回来，然后你们全队接受下一轮的执事训练。卢尔克通话完毕。啊，你看起来不太好。啊！他发疯了。啊！他没机会了。大本营收不到我的讯号。这东西搞定之后，我们就用它增强你的信号。天哪！啊！我去调查调查。该死！
拿，约拿，请回应，拜托了。他不会应答了，劳拉。什么？他死了。因你而死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位好友约拿。去你的卢尔克！如果你想给他收尸，就去炼油厂吧。你逃不掉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去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会让大家感到失望。就要来了，这是许多末日灾难中的第一个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必须要走了，因为只有我能够。只有你能够什么？卢尔克，红军二号马上就返回。他没死，在那边，克劳夫还活着。他请我会找到你。别再乱！你躲不了我的，卢尔克，你他妈死定了！这里是卢尔克，我已经被召回坎恩了。温特斯，克劳夫就交给你们了。卢尔克。听到的声音。
求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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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雀二号要坠毁你还好吗？是我把所有事都搞砸了。你不会的，嘿，你不会的。我们绝对没问题。来吧。接下来去哪儿？我们不能待在这儿。我不知道，月南。线索是什么？巨蛇之心还是什么的？巨蛇之心就在杯子里，在很多石头人脸的旁边。还有那杯子长什么样？是像圣杯那种吗？一个圣杯，这可不太玛雅。等等。不是玛雅文化，线索是17世纪的安德烈斯·洛佩兹留下的，他是耶稣会传教士。圣杯中的巨蛇是圣约翰的标志，我们找的是一个基督教圣地，比如圣胡安教会，这名字太常见了，肯定有好几座。不再怕伊提提能徒步抵达的地方。来啊，路在这边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再找人打听。好的，没你我可怎么办？就是这儿了，圣胡安教会。我们分开行动，我去找洛佩斯的踪迹。我在周围打听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我的朋友萨拉是位考古学家，他在附近工作。要不要去问问他知不知道梅雨的事情？好主意。萨拉一向着迷于石头人脸，大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宝藏，但萨拉不是，他只是想要找到答案。你们是老朋友了？嗯，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他是个书呆子，而我总是逃学，偷奶奶的房车，偶尔我也能说服萨拉同行。艾比，能帮帮我吗？这个坏了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劳拉，克劳父。我从照片里认出了你。你怎么会对这里感兴趣啊？我在追寻一个谜语，巨蛇之心就在杯子里，在很多石头人脸的旁边。人面石，
这也是我在这里的原因。我不想质疑你的专业，但我要找的是杯中的巨蛇之心。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些人面石已经待在这里至少400年。图书馆的文献记载着，他们看守这里，守卫一座神秘的地下墓穴。墓穴？我们从来没找到过那个墓穴。相信你也明白，这是让那些宝藏猎人疯狂的原因。如果知名的劳拉·克劳父真有传说的那么聪明，好吧，如果你真想找到那个墓穴，或许也算帮了我。我应该从图书馆下手吗？是的，在公墓那边，那是最古老的建筑了。如果你找到什么的话，记得是我告诉你的。谢谢你，我会的。什么了吗？艾比的朋友提到图书馆附近有座墓穴，我们在那儿见面。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这附近有个墓穴吗？秘密墓穴。为什么是秘密的？如果和洛佩斯有关，一定有什么蹊跷。很合理的推论。那你呢？你找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吗？我找到一本小册子，七步接近神。谁知道，或许会有用。我就在这里等你。感觉像一座陵墓。嗯，意思是我们找对地方了，对吗？约娜，我有种感觉，应该不远了，在周围找找洛佩斯留下的踪迹吧。这些笔记是七难教的创始人写的，他们在谈论拨给图书馆整修的资金。约娜，这本书讲到有一个陌生人来到传教所，他创建了七难教，可能就是洛佩斯。和小册子上的一样，我们肯定很接近了。我们继续找找吧。太阳就要变黑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一切的终结。在他的双翼下，方可寻求庇护。约拿，这是两条圣经语录。太阳就要变黑，在他的双翼下，方可寻求庇护。是什么意思？苍鹭和日食，就是这个。找找苍鹭和日食。这里有一幅完整的壁画。真十字架，这是那个东西吗？银盒子，不会错的。耶稣扛起十字架，这是耶稣受难组图，但好像少了很多。在17世纪前就只有七幅，这可以回溯到洛佩斯的时代。这是他留下的线索。是啊，像是他干的事情。好吧，在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十字架吧。找到盒子后，
怎么从多米格斯那儿拿到钥匙？我们会找到办法的。艾泽利还这么小就要承担这一切，对他来说一定很辛苦，简直无法想象。找到什么了？是的，耶稣扛起了十字架，能帮我抬一下吗？看起来很深，去看看通到哪里。第一次倒下。这里有一段铭文：半光前行。半光前行。成功了。我可不想死在这里，头还被抛在十字架后面。半光前行，这样黑暗就不会追上你。听起来像是暗示或者威胁。这看起来像圣母玛利亚。第三处，耶稣图中遇母亲。那镜子布满灰尘，我来帮你一把。嘿，行了，光指向这边。这些人怎么了？看起来像是光激活了什么。劳拉，你没事吧？你很幸运，这个机关生锈了。这一定是第四处。是啊。看看这些壁画。这些人看起来像是在被折磨，吊在天花板上。我不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墓穴。我来。第二次倒下，老了，这跟我想的一样吗？又是受难组图，但是还有木乃伊，这不是亵渎吗？不见得，他们可能在进行终极之祭。
或者他们只是疯了。这里肯定就是第六处。看起来像个教堂，这些被摆成了僧人的样子。嗯哼。所以洛佩斯用木乃伊演了一场受难记，这会遭天谴的。我觉得这是某个地下教派的崇拜之地。还真的是，我想这大概是小本子中说的教派。嗯哼。我得让左边的光束照向受难的场景。真恶心，真庆幸洛佩斯在的时候我不在。那个铭文，不要畏惧那些只能杀死肉体却无法杀死灵魂的人，是写给我们看的吗？别，然后罗马人把钉子钉进去。我得推那根杆子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洛佩斯让他的门徒把他关进去，然后砰，不留目击者。只有正义之人的双手才能掌控我的命运。说的就是你了。他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，还破坏了所有线索，就是为了不让圣三一找到这个盒子，还为了防范帕伊提提的人们。他为了这件事失去理智了。
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只要那个盒子。去你的！看来没什么好说了。阿玛鲁，等等。放他走。放开他，我就把盒子给你。劳拉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失去够多人了。这我知道，你父亲很聪明。我还没察觉就失去了他。他是我朋友，但是他着了魔，没救了。你根本不了解他。他不想承认自己的工作可能会破坏一切，他必须被阻止。是你害死了他。因为他想向世人公开帕伊提提，我所爱的一切，为之奋斗的一切，我的整个世界都会被毁掉的。那么我的世界呢？不是吧，劳拉？那怎么会是一样的呢？对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一样，我还是个孩子。我说的是一整个文明啊。全都岌岌可危，成百上千年的独立史，成千上万的生命，我没得选。你不可能没得选。现在还不晚，你可以荣耀乌努拉图，并让太阳复原。这些危险必须被清除。你是个低等、自私、害人的懦夫。而你，劳拉，你杀了多少人？啊？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劳拉，快跑！抓住他！别挡路！快快快快！收到，指挥官。到底怎么了？卢尔克刚刚跑过去的那个，对啊，我们要呼叫他吗？没必要，如果我们的警戒级别有变，他会告诉我们的。我希望能看到那玩意儿从这里被带出来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准备降火，跟紧敌人，赶紧跑吧。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，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。
这里是卢尔克，有人在庭院里看见了克劳父。重复，你的次要目标就是消灭克劳父。他们就让他自己的教堂？刚刚情况太乱了。废话，这是克劳父啊。刚刚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要处理。他竟然觉得能逃得掉。抱着盒子的人是跑不快的。该死，他在猎杀我们。往回报。天哪，我得一探究竟。是的，搜查这一区域，保持警觉。带路吧。发现敌人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和你一起要准他。约拿，你在哪儿？我在甘蔗田里，他们看不见我。藏着点，我来了。甘蔗田里的所有单位注意，首要目标找到劳拉克劳父。你听到指挥官说什么了？开始狩猎吧。克劳父，我知道你在那儿。在西伯利亚我就该杀了你，但是多米格斯不同意，那得怪我。但是现在我要修正那个错误。哎，你在哪儿？我讨厌这样做。哎，话说这些木桶里还有些朗姆酒。老天爷啊，摩根，专心点好吗？他别是在拿鬼混吧？菱形编队进行搜查中。发现克劳父了，他就在酒厂。指示队展开部署。指示队已降落，指挥官。抓住他。Thank you.
好吗？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好。嗯。约南。哦。哦，天哪！准备好。我没事。搞定了，我没事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估计就起效了。他们可能还没走远。快走。走，这交给我们。只有一次机会，离帕伊提提还有多远？就快到了。盒子丢了，我很抱歉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多米格斯的错，是圣三一的错。一路回想起来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错。我曾有机会有个家，这样可能就大不一样了。我们一定会夺回盒子，也会阻止多米格斯。陛下，劳拉，盒子在哪儿？阿玛鲁拿到了。可是太阳之死逼近我们，会在他完成仪式前把盒子抢回来。事情没那么容易，我们要调整一下计划。那就请你们先慢慢准备吧，我们会搜集情报，集结斗士的。谢谢你。
我会留在这儿帮屋主，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。好的。